这个这边也这样，调过。调在哪里啊？等百灵在找花，哪一朵比较好呢？每朵都很漂亮嘞。对啊，真难选。一定要穿雨鞋才会选到最好的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谁跟左？哎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就是踩完再选好了。对啊，你如果觉得不满意，可以擦着吧。因为我看有人这样擦，好漂亮哦，都是花。陈柏霖找到了他的最爱。陈柏霖在哪里？你要小心哦。这就像拔智齿一样，一定要拔起来，不然它会烂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这样讲。哇，原来牙医是拔牙都是这样子的。对啊，如果你这边就是一直还在那边犹豫，就会害那个就是病人的，哎，把手嘛。鬼吓骗的。你还有快要笑死了。啊？我说你还有快要笑死，我一直走，一直抖。